现在公布作品战大家的成绩。态度大师战队423分，一波王炸 boom 战队433分，核心武器战队428分，世界一流战队413分。因为我们本来就分挺少的，感觉可以再拿回一点，可能接近一点嘛，没就是完全没有作用。虽然这一轮没有淘汰，但是还是会感觉很失落。跳我们自己就好了 ，OK。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起舞，不只是要赢这个，对吗 ？OK， 是要给大家知道一些事情，对吗？表达一些事情，那个是最重要。我们有责任，就是要给大家好的 good inspiration， 对，或是教他们一些东西，会让大家知道新的东西。OK， 其实我真的很开心。我觉得最重要不是什么输赢这些啊、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心。这个过程我已经很享受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队其他队都是很享受这个过程，所以真的辛苦大家，然后真的太爱大家了，真的。